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评音会。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再次欢迎大家。好。今天啊，咱们聊这话题叫"终于等到你"啊。一般什么时候会说这终于等到你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久别重逢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哎，在某一地方遇到知己了啊，会觉得终于等到你。你像我这个人啊，生活当中就比较喜欢这个传统艺术，比如说到过年我都自己写这春联啊，写福字儿。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买这些个啊传统用具的时候，遇到一些知己，他就会有这种终于等到你的感觉。后来我不光喜欢自己写啊，我还喜欢收藏点这个咱们传统的年画。现在好多家里可能装修的都比较新潮，都不喜欢贴这个传统的年画，但我还喜欢。我到这个年画店，哎呦，这老板一看这个小伙子喜欢这个，哎，这感情来了，呵，终于等到你了，太好，来，来坐坐聊天。我说您这年画都有什么呀？有那个传统的那大胖娃娃的那个，啊，还有生肖的呢。我说好，您给我拿一生肖的吧。好好，终于等到你，给挑最好的，给我拿上来了。来来来，给您这。我说好，我看，不用看，给您挑的最好的，没问题啊。这个要是正经卖啊，500块钱。今儿好容易等着您了，5块钱，拿走5块钱。哎呦，这是自残式砍价，500卖5块，别说别的了，买走吧。回家打开啊，还真好，啊，画的栩栩如生，就一个小瑕疵，就是我买的时候它是兔年啊，那给我这是大老虎。哎呀，这个兔入虎口，这不太吉祥啊。但是那就买来了也贴上吧，贴家里了啊。过年啊，初一初二亲戚朋友都来串门来啊，给人亲戚朋友都看恍惚了哟。这家过错年了吧？这个，那说不知道，这人家风真虎啊！这个，后来我一琢磨，我也是真虎啊！这老板不是终于等到我这么一个知音了，是终于等到我这么一好骗子了。说到这个终于等到你啊，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啊，也可以说是我们节目苦苦等到的。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要录制，我们都会向他发出邀约。反正他每次都有理由不来啊，今天终于是把他等到了，那我们就赶紧请上吧，著名歌手云飞，有请。大家好。谁在地上流，云在天上飞，水是流淌的雨，云是飞翔的水，水是云的爱，云是水的魂，水是前世的云，云是来生的水。云在天上飞，水在地上流，前世今生美丽，美丽的落哎呀，这个唱得真好，大家觉得唱得好不好？啊，你看看，你们等的时间短，我们等了一年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也等的时间挺长的。是吗？主要是我听说来这儿其实挺难的节目，后来我就说，哎呀，我能不能好好多学习啊？这个云飞哥客气啊，是这样啊，这个云飞哥说相声，虽然他没说过啊，但是我觉得是有条件的，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个相声演员，你们俩长得特别连线。真的？真的？谁呀？啊，谁呀？这也是个大腕儿了啊！咱们有个视频，一块儿来看一看，好不好？这和云飞是谁啊？云飞是谁？你说他像不像？这云飞是谁啊？郭鑫，有个郭鑫叫云飞。不会的灯，你
真的长得很像云飞。这是飞光。哎，迪哥，迪哥，你告诉四妹我叫什么？他云他我都知道，云飞，云飞啊，对对对对，我就说的打，是不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卫视的春晚啊录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组里面的演吹那谁孟鹤堂了，把我认成孟鹤堂是吧？就让我感觉差点在那儿就说相声了，这不错，还不换大褂啊？云飞哥觉得你们俩长得像吗？我觉得好像我脸大，他脸小啊。从这个角度看，像不像？这个云飞哥呢，可能帅得更内敛一点啊，我觉得是这样啊，老一点。哎，当刘钊别提老字，这挨着，也不出不垫，稍微大直给。他44岁了，你疯了吧你？那这个当年在这个星光大道一下全国都认识，那了不得了。再回家是不是这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就是我们村里面有过这个，就是真是这样，真村里面敲锣打鼓，然后放的鞭炮啊。那这个怎么就发现你这个？唱歌有这个天赋呢？因为我父亲那会儿他是我们全乡里面唯一个音乐教师嘛，他那上课的时候还得带着我，但是我呢不能进那个教室，就每次他教课的时候，我就只能在教室外在门口等着他。但是这样他教他们学生唱歌的时候，其实我在门口等到回家的时候，他教的歌我已经学会了。然后父亲就觉得哎，有这个这种天赋吧。那后来就是第一次登上舞台是什么样的一个舞台呢？7岁。7岁就登台了？人生当中最豪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舞台。是个什么台啊？我们村里面的戏台。但是我告诉你，这压力大。唱什么歌还记得吗？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渴的小河，一年在小村周围。这样的歌啊，就这个年代的，就那个流行的黄土风嘛。这个当时唱完了，村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当时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是在我们乡里面，可以就在我们乡相当于刘德华的嘛。哎呦，在我们乡里面，乡里当时就已经是刘德华了。乡里面那会儿那就是十里八村，其实算是一个小名人了啊。对。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出来闯荡了呢？96年毕业了以后。然后去我们那儿当地的一个团体，然后实在是一个月给我100多块钱，后来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梦想啊，然后就没有跟父母打招呼，然后就偷跑了，跑到南方了。哎，那阵在剧团的时候，剧团要求唱什么歌？唱我们那个家乡的草原的歌，还有我们那个地方的一个叫满汉调。满汉调就是翻译过叫蒙汉调。哦，蒙汉调。叫满汉调。哎，这你们听过吗？你看看，这就别让我说了，是吧？哭呀，那个了了，哎呦呦，哎，二呀豆豆的娃，三呀豆豆那个了了，哎个呦，哎个呦呦，那说起说个嘛。真好听，悠远绵长的感觉啊！对，它有汉族的味道，也有蒙古族的那个调调。对对，这个歌声当年给几百块钱工资是少点儿，给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哪有几百块钱？几百块钱我不走了。我还说多了还啊，这给100太少了啊。那后来就出来各地去参赛了啊。第一站就去广东，然后浙江、上海，甚至那到了广东还唱这个唱草原歌，南方特别喜欢听。哎，你到南方那个时候，你一般这个演的特别火的歌是哪一首啊？哎呀，当时就是老歌，像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还有那个什么牧歌，蓝蓝的天。没事，咱既唱，咱就别不好意思。蓝蓝天上飘着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就是这样的，都是老民歌。
哎呀，真好听啊！那那个时候要出来漂泊闯荡，父母同意吗？我走了，就是离开半年以后，才跟我父母亲说。才说啊、嗯？那你怎么面对啊？怎么跟家里解释啊？解释啥？我都出去了，我觉得挺好。我出去一晚上赚不少钱了。后来在浙江演出时候，中央台那选拔演员，然后这样选上的。嗯，当时我还以为人家是个骗子呢嘛，那么以为导演是骗子，因为见过挺多那种骗子。我们观众朋友们对云飞哥的印象最深的歌曲呢，就是在星光大道上他演唱的那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嗯、现场想不想听来一两句啊、哎、是不是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哦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哦、你看我们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啊，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各具特色，有很善于唱的，也有特别，没有，完成情况，真确定就说你们了是吗？也有特别不擅长唱的，没有。刘哥正经舞蹈，咱说实话挺在行，刘哥舞蹈武术啥的。这个云飞哥，咱们教教我们这几位相声演员，好吧？比如说这个蒙古族这个长调，这个相声里可能也用得到。我这长调也是，就自己学的，也不是老师教的，但我试一下啊。嗯，好。谁有勇气先可以来模仿一下？我打听一下短调是不是简单一点？这是我们申请个短调吧、那个曲库，曲库里有这歌吗？曲库有，我都记不住。我低点啊，低点。行吧，云飞哥，挺顺。玩哥这个行啊，不管对不对，时长凑够了，算长调了。长调，就是主要看时间，坚持到这时间，这就算长调啊。到我了，干嘛你做胃镜呢？你跟着，不是活动口腔是吗？没事，唱不上去，咱就唱下来。你好好来，没事。您老家是哪儿的？西北的。对对对。哦，哎，有点靠谱，所以你把它完整唱出来没问题，自信一点。我找不着你肯定比那边要强啊！哎，你要这么说，那是啊，你们录呗。来来来，你站住了。青藏高原，他唱的就啊，有西北的味道，有点味，有西北的味道，有点味儿。你来，这个应该说草原歌曲哈，你老得铺两句呢，怎么？我唱不好还不说两句啊？特别喜欢云飞老师啊，喜欢他的歌，平时老模仿，怎么那么骚？乐什么笑？你还没唱，我们就准备好了要笑了。完了，我快鼓掌了。这是确定是长调吗？我这还行啊。哎，我觉得这不是草原的长调，这是草原的狼叫，这是。这样，云飞啊，不光能唱，其实跳的也特别好。我跳不好，但是我真不知道你会跳什么。我不会跳。没事，看你的态度了。哥，你做好打算，哥，你再次还能有我们几个次吗？哎，他就有那个劲儿的碰瓷也可以。
自由飞翔，策马尽情的歌，怎么会跳啊？所以你再说什么不行我们都不信了啊。他们说印度舞你也会，我谁说我就是，你再说我们也不信了。什么叫不会了吗？云飞哥，我听说那个炖牛肉你这个就会，这个我真会啊。行吧，我觉得这个跳的真好啊，你们有想学的吗？好，刘哥，这什么节目？刘哥，快给我来！嫌我们掌声不够热，刘哥，来一个，来一个，来来来，唱唱唱唱，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小动作小点。这哥，梁哥往前反了，人家是往下摁，你是往外拽。哎呀，摔跤去了，这是摔跤去了。你上来，不是他来上来摔跤他。你俩这还动上武了是吧？我们俩都马三领徒弟，动上武了还。再见啊！还好，蒙古族摔跤这是啊，来吧。好，我学完了。刘钊老师，你来该你了。印度舞，印度咱这有天赋，咱不开玩笑。来来来，您先来。哦，这个我有点顺感呀，这。醒醒，醒醒！你都醒醒！哎，我喜欢看到的表情，你这印度猥琐的星星，印度的特产恒河猴这个，好吧，我特开心啊！谢谢，感谢刘钊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啊！谢谢。那这样吧，云飞哥，别秒半天我们相声演员，我们相声演员是你那长调不会唱，你那个印度舞不会跳。但是我们相声演员有我们的说唱艺术，对吧？也得有我们的味道。这个咱一块儿教教云飞哥好不好？让刘老师教云飞哥唱快板。这样，我先教两句，好吧？我教两句。我们这个我提前得铺垫，也得铺垫上。就我们这个传统相声里的唱，它不比谁嗓子好，谁调门高谁亮。我们讲究的是个韵味。你比不过吗？你不是？你比过早比了。哎，咱是一行的啊。对，这个我们。你刚才让跳舞在想啥？我们是个韵味，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传统叫公大老爷劝善歌，啊，这个我来两句啊，您可以学学。这个不要求调门有多高啊，这关键是听个韵味啊。比如买卖家吧，有这么几句啊，买卖要能熬人，和气生财，不论那个穷啊富一样看待。哎，买卖能忍，和气生财，不论穷富一样看待。哎，你看，接触到一个陌生的艺术，都是一样的表情啊。买卖人和气生财，后面吧。买卖要能熬人，买卖能忍，买卖能熬人，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哎，这个云飞哥唱得好，像内蒙商人。你没说像威尼斯商人还不好吗？买卖要能熬人，和气生财，不论那个穷啊富一样看待。他这两遍都不一样。哪儿不一样？这都听见了。买卖能人和气生财，不论富穷一样看待。这个有可能是卖蚊子的。你给云飞哥改一句，买卖人能忍，和气生财，把我的牛羊一起贩卖。挺好的，但是在我们曲艺当中，您这叫俩上句儿，这叫买卖能忍，和气生财，不论穷富一样看待。行了，我们再找点离得更远的啊。这个来吧，梁元，你教一什么？这还带着凶器呢。什么呀？这是山东快书。哦嘿，梨花片啊，来吧，山东快书啊。哎呦，有声儿上。头一位，驮他天王脚超盖，
二一位号喊明松江，双边将名叫胡延硕，大刀关胜，他的功夫强，美然公叫朱仝，鲁智深他是个花和尚，浪里白条叫张顺，李逵的功夫更硬棒，梁山寨还有几位女将，一个倒比一个强，穆大虫、顾大嫂，一丈青的扈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吧，木叶茶的孙二娘呢。好，哎，哎呦，还有身上，呵，这是楚从善的徒弟，来，来，哎，云飞哥，尝吧这段。这样，咱这个身上也得学啊，咱挑两句带身上的，好吧？就简单的两句，哎，可以。得山东话啊，头一位，头一位，哎，行。托塔天王叫晁盖，托塔天王叫晁盖。二一位好汉名宋江，二一位好汉名宋江。双边将名叫胡延硕，双边将名叫胡延硕。大刀关胜，他的功夫强。他的啊，大刀关胜，大刀关胜，他的功夫强，大刀关胜，他的功夫呛呛。您唱的好吧，不错，哎，唱的挺好。你这打倒关胜，关胜招你了，这个让他教我明明。哎呀，这都上这抱头来。真的是啊，这个我们说学一个新事物是挺难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云飞哥还是学得很认真的。我们这个一会儿云飞哥还要跨界来说相声啊，咱们可以先听听，慢慢找着感觉，好吧。不是，我觉得今天来咱们节目好像是好像看耍猴子，算是玩玩。好吧，我都没说这话。对对对，真猴都没他先说了，你真猴和猴都没事。他说的就是这意思，我就是来看你。总之啊，这个难题给您出现了啊，一会儿您得来完成。那接下来咱们先来听相声啊，舞台交给吕纳超、张在池，有请两位。谢谢谢谢，哎，太热情了，感谢大家。大伙儿这么热情，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对，你看相声嘛，大伙儿都知道啊，语言的艺术，没错，就是说话的艺术啊。这个话说好了可太难了啊。说话呢，他得分这个。您先等会儿，您这人说话我就不同意。怎么呢？说话有什么难的呀？有嘴就能说呀。什么？有嘴就能说话？哦，有嘴就能说话。对了。那你别让我问住了。问了，茶壶，茶壶，哎，什么茶壶？喝水用的茶壶啊。有嘴没嘴？有嘴。他能说话吗？多新鲜呢。那茶壶呢是死物，还是我说的是活的，有嘴就能说话。哦，活的嘛，有嘴就能说话。对喽，鲶鱼，鲶鱼，是不是活的啊？一张嘴，啊啊啊啊，他能说话吗？那鲶鱼别说说话了，鲶鱼连声都出不了啊。还是呀，我说的是活的，有嘴的，能出音的就会说话。哦，活的嘛，有嘴能出音就会说话。没错，吉娃娃，嗯，活的，一叫唤，他能说话吗？你说的那是动物，嗯，我说的是人，人有嘴能出音的就会说话。哦，人嘛，有嘴能出音就会说话。对了，我儿子。你儿子算上今天起都快满月了，他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句话呢？因为他爸爸是混蛋呢。这么说话有些不礼貌了。谁听说过月科的孩子会说话的？你这不抬杠吗？不是我跟你抬杠，你把这个说话看得太简单了。那说话本来就简单，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不就说出来了？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什么意思？说话得分这个时间、场合、人物、地点，什么地方说什么样的话，这都有一定的规律啊。那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能乱说话。对了，说出来的话也分很多种。哦，说出来的话都分成什么呢？有这个出自肺腑的良心话，有肝胆相照的知心话，有关怀爱护的贴心话，还有痛哭流涕的伤心话。是有规规矩矩的老实话，
疯疯癫癫的说胡话，胡吹乱捧说大话，暗箭伤人说小话，憨厚人净说傻话，多嘴人爱扯闲话，喝多了说醉话，睡着了说梦话，有暧昧的话，挑拨的话，顺耳的话，难听的话，开心话，玩笑话，悄悄话，说瞎话，有气话，空话，好话，尖话，土话，粗话，狠话，脏话，假话，真话，人人讨厌的丧气话，谁都喜欢的客气话。嘿，还真不少。说的这个客气话我最有研究哦。我问问你啊，知道哪个行业的人最喜欢说客气话吗？哪个行业的人呢？服务行业的人。哦，你比如说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啊，是商场里边的导购啊，对，尤其是这个卖化妆品的专柜销售员啊，就是他们老说那个柜姐。哎，对了，他们说出那个话客气到什么程度？客气到什么程度啊？你但凡进了他这店里头，嗯，绝不让你空手出去。哦，不让我空手出去。对了，给我送点东西。人家疯了，人家给你送东西。那怎么不让我空手出去呢？人家用客气话准得让你在他这个地方买一两件不可。哦，就他说客气话就能让我在这儿消费、啊、那可不是吗？那分碰见什么人。那要是碰见你呢？我这种人呢，嗯、啊，我选商品我爱挑毛病。不怕你挑毛病，嗯，你挑出来的毛病人家都能用客气话很好的给你反驳回去啊，让你心甘情愿的买他的东西。嘿，那我要就不买他能怎么样？我瞧你这个意思有点不相信呢、啊、对了，没关系啊，咱们哥俩给大伙表演表演。这还能表演呢？区分一下角色。都有什么角色？我现在呢就是卖化妆品的柜姐。哦，你就是那个销售员。你呢扮演一个女顾客。哦，我现在就是一位女士了。对了啊，我一说客气话你准得买喽。哎，我就不买。你准得买。你不信咱试试。来了，来来来，较劲。欢迎光临。我不买。我那个我不买。我试试。我就不买。你有病啊。啊，我说什么了你就不买？不买不买。我就记住我不买。你得容我把这个客气话说完喽，你再做决定。说完喽 啊， 啊！你说的再多，我也不买。我说完了，你准得买。我就不买。来呀！不信咱试试。欢迎光临啊！您看您是需要护肤彩妆的还是香水？我呀，啊，不买，不买没关系，可以先了解了解。了解什么呀？啊，就你们这地方也不大呀。哎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家种类很多，一定有您需要的。那我看看啊，您瞧瞧。哎，嗯，你拿那个我看看。哪个？就那个防晒，这个啊。哎呦，您这眼光可真毒。是吗？这是我们家卖的最火的一款。就这个呀？您瞧瞧、嗯、这个质量可靠吗？这个您放心，这是最新升级的产品，绝对的物理防护。那抹时间长了会卡粉的吧？不会卡粉的，这是新科技的产品，长效持妆，水润轻薄。我怕它抹时间长了皮肤受不了。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这是丝滑贴肤的触感，一秒成膜，不闷包不闷痘的。那我也不要。怎么呢？我本来皮肤就不好。哎呦，您这皮肤还不好呢。嗯，您瞧您这皮肤又白又亮的、啊、刚您一进门我以为是著名主持人杨婷婷进来了。哎呦，我有那么好看吗？太漂亮了、啊、就冲您这气质，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这儿卖的最火的口红。口红？哎哎呦，这我可不买。没让您买，抹上试试。试试？闲着也是闲着。是白试谁不试。哎呀，您瞧你们这口红 啊颜色有点淡。这颜色可不淡，这是变色唇膏，您刚涂上有点淡，一会儿颜色就变深了。那它容易掉色吧？口红嘛都有不同程度的沾杯，您吃完饭之后稍微补一下就行。关键它有点油。这可不油，这是滋润度高，抹上之后不会起皮的。不起皮的？不起皮。那你这个啊卖多少钱、啊、跟您说实话啊，别的店呢都卖400多，你们这儿呢只要298。298，超级划算。那也不便宜呀、啊、您别着急走啊。这么着，我跟我们经理申请一下，给您走个内部价。能走下来吗？能能能。啊，经理，我这儿有个朋友，您看能申请个内部价吗？哎，好嘞。我们经理说了。说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再给您打5折。哦，这价格便宜一半啊。您看那包起来。包起来。嗯，哎，好嘞。这价格还差不多，是不是能便宜一半呢？包好了。哎，谢谢啊。您慢走。好，回见。欢迎常来。哎，你瞧，哎，我还真给买了。
我这么客气，你没法不买。哦，就像这么客气 对了，我认为这么客气远远都不够。你什么意思？你看我说什么，你老反着我说，那我心里能痛快吗？那你那意思呢？哎，我要说什么，你都顺着我。哦，我明白了啊，就是你挑毛病，我也挑毛病，那多过瘾呢。那你是过瘾了啊，我这买卖没法做了。没听说过，你要是都顺着顾客，哎，你这买卖准得火。是这意思？当然了。再来来，再表演一回。我顺着你、那绝对好看。那个欢迎光临。您看您是需要护肤彩妆还是香水呢？我呀不买。哦，不买好。嗯，省钱。这叫什么态度啊这个。我说你们这地方也不大呀。干嘛不大呀？您直接说小不晚了吗？知道的这是化妆品店，不知道的以为狗窝呢。哇，这什么地方这是。你把那个拿来我瞧瞧。哪个？就那个防晒那个啊。哎呦，嚯，您眼光可真毒啊。是吗？这玩意儿80年没人要啊，愣让您一眼看上。哎呦，瞧瞧，那是不是质量不好啊？干嘛不好啊？太刺了，您要是抹上那紫外线都得追着你跑。那还是防晒吗？那个，哎，我说这个抹久了会卡粉的吧？卡的咔咔的，还有绕口令呢。你抹上之后就跟脸上要蜕皮似的。哎呦，那抹时间长了皮肤可受不了啊。可不受不了吗？别说您受不了啊，大象怎么样他也受不了。哎呦，那我可不要，我本来皮肤就不好。什么？我皮肤不好？我早看出来了，您瞧您这皮肤又黑又糙的，刚您一进门我以为山上的野猪下来了。哎呦，我有那么难看吗？您多原谅，我这人就是耿直。这还耿直呢？就冲您这气质啊，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这儿最火的口红。口红？哎，哎呦，哎，这个我可不买。没让您买，抹上试试。能试吗？那个闲着也是闲着啊，反正也卖不出去。伸手。哎呦，你这口红颜色有点淡呢。干嘛有点淡呀？太淡了。这就是固体较佳的色素，那它容易掉色吧？你这不废话，色素能不掉色？关键它还有点油，油，太油了。霸道总裁油不油？油，它比它还油。哎呦，就这个质量，你还拿出来卖呢？就指着这个回本了。跟您说实话啊，别的店就这个才卖21，你们这儿呢？17000。好家伙，要宰人了这个！您别走啊！啊，我跟我们经理申请个内部价。那还能申请吗？那个？经理，我这有个朋友，您看能走一下内部价吗？哎，好嘞，我们经理说了，价格减半，让我滚蛋。是得滚蛋。只要你们不断的钻研业务，态度端正，把握方向，以后有更多优秀的作品。我爷爷这半天说什么了？这是啊，我直接问您，36对不对？不对。他说36不对。说什么？不对。我写的就是不对。老人家，你们相声里面说啊，南方人、南方人爱听昆曲哦，啊，北方人喜欢听那个异调高腔，异调高腔，山东人喜欢听那个柳子腔，哎，那山西人就喜欢听梆子腔哦，那我们家爱听什么腔啊？机关腔。好，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昧的话，挑拨的话，顺耳的话，难听的话，开心话，玩笑话，悄悄话，说瞎话，有气话，空话，好话，尖话，土话，粗话，狠话，脏话，假话，真话，人人讨厌的丧气话，谁都喜欢的客气话。您这歌唱歌唱那么好，有没有想过这个啊？唱歌唱得好，哪天跨界到这影视圈演演电影、电视剧？哦，我以前尝试拍过，尝试拍过。对我来说，啊、嗯，太难了，太难了、哦。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唱歌上来、嗯。哎，当时演的是什么角色？还记得吗？算是一个特务吧。这个导演是怎么个眼光？这个我觉得特务这个形象，也就是刘钊这样的能演。演过音乐剧，然后演过音乐，喜欢在还是在舞台上的。哦，从事过这个影视啊，也这个演过这个音乐剧啊、嗯，但是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唱歌的舞台啊。对对对对对，就像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一样啊、嗯，刚刚尝试了唱歌，尝试跳舞，但最终还是要拿相声来说话啊。这个来刘哥，这个每次对你的作品我都是特别期待的啊。好嘞，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刘钊、孙超，有请两位。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谢谢。哎，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嗯，这么多年轻的观众，哎，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您可以说呀。你觉得咱俩关系怎么样？你先说什么事儿？不是啊，你别紧张啊，我就问你咱俩关系怎么样？你要是不借钱的话，嗯，咱俩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了。哎。那完全可以亲密无间了啊！怎么着不借钱啊？不借钱，那咱俩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啊，我发现一事儿啊，您说，你爷爷啊，可太有意思了。咱俩也不至于这样，你知道吗？这什么话？什么叫我爷爷太有意思了？这大家不知道。嗯，我们哥俩除了这个工作合作的非常愉快，嗯，生活中来往也很密切。啊、这怎么讲啊、哎？那天还上他们家去了呢。哦、啊，是吗？啊，你爸见着我也热情，嗯、啊，做了好多好吃的。啊，做什么了？红烧排骨，呵，水煮鱼，哎呀，小鸡儿的蘑菇，呵呵呵。哎、您啊，下回别去了，知道吗？怎么了？我爸回家跟我说，那天跟我爸累够呛，你知道吧？看你这人啊！你看你这人说那话，什么叫我说话呀？你出差不在，嗯、啊，我看看他们去怎么了？我不在，你去看看去。我送东西看看他们。哎，对，看他们得送东西。对呀、啊，您都带什么了？带的东西多了。嗯、啊、嗯，排骨，嗯、啊，鱼，哎，小鸡儿，嗯、啊，蘑菇。呵，怎么老师？我们家是那共享厨房，我们家。他怎么说话呢？这自己带菜上我们家加工去了，上我们家。高高兴兴的呀、啊，太有意思了。您是高兴，那我问问您呢、哎，我爷爷怎么有意思了？差点把这事忘了。嗯，那天我去，哎，你爷爷在啊。我一进门，啊，这老头谁呀、啊？啊，不认识。哎呦，我问你爸爸啊，我说这谁呀、啊？啊，你爸说，啊，他是我的爸爸，啊、是孙超的爷爷呀、啊。哎，就是你爸爸的爸爸叫爷爷。老师，你是在那个超市门口当过摇摇吧？你是啊？不是，就介绍这人物。哎，你爷见着我，嗯、啊，认识我呀？哦，认识您啊，还跟我打招呼呢。我爷爷怎么说的？这儿，嘿，这儿，老瞧你跟我孙子舞台上说相声，喜欢你们俩那个节目。老师，老师，您稍等吧，稍等吧。哎、您要不说这是我爷爷、嗯，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吧？怎么了？好，我爷爷啊，我爷爷哈尔滨人，一口北京话呀。你爷爷是北京人。妈呀！你看，我头回见有人跟我抬杠。我爷爷那是我爷爷，我知道你爷爷是北京人。我爷爷是北京人，出差去的哈尔滨。哎，那不对，那更不对呀、啊！怎么了？那不对，那出差怎么在那干的退休在那儿啊？你爷爷出差呀、啊？啊，碰上你奶奶了。哎呦，一见钟情，呵，为了爱情、啊、在那儿安家了。你瞧，这还是一个小浪漫的故事啊！当然了，啊、你爷爷太有意思了啊！是是 是太有意思了啊！您谈您谈。这么说吧，嗯、啊。你爷知识面广，各位，这是实话啊，别人不敢说，我爷绝对知识面广。具体谈一谈，具体谈一谈，哎，就没有他不懂的。你们一说话，对啊、哦，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就没有他插不上话的。怎么你要给他一大嘴巴是怎么着了？这干嘛呀？这干嘛呢？这是啊，就说这是好话吗？这个就是说他有意思。我爷懂得多呀，是懂得多呀，那绝对呀。见着我了啊，这儿，对、啊，老钱，你跟我孙子说那相声，是是是。哎，我觉得你比他说的可好、啊。哎呦，我爷爷说你说的比我好、啊。哎哎，我爷爷不懂艺术、就是哎。你别这么说，你爷爷。啊、但是我觉得呀、啊，还欠点火候。怎么讲啊？我觉得还能更好一点。正好说到这儿。我问问你。你知道怎么才能把相声说得更好吗？哦，这我爷爷有什么见解呀、啊？在传承的基础上啊。要创新。哎，这话说得很好。那我问问您，咱都得怎么创新呢？
传承很重要。大家都知道，这相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也叫非遗，所以传承非常的重要。哦，那咱怎么传承呢？创新就更重要了。你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创新，那样的内容就更丰富。是，我问你，那咱怎么创新呢？那个传承太重要了，传承是基础，创新是未来。我对你们两个呀，应该说很看好，很有希望。只要你们不断的钻研业务，态度端正，把握方向，以后有更多优秀的作品。我爷爷这半天说什么了？这是啊，这一个就这俩词来回倒是怎么着啊？那怎么了？谁听得明白呀？这个呀？哎，啊，那怎么着？啊，还要做给我做小鸡炖蘑菇？这太生硬了，老师，您要是说心里有想法了，就直接吃就完了。不是说直接吃啊，咱去厨房看看去啊？怎么着啊？看看那菜做怎么样了？啊，亲自下厨。哎，您还给做一个？哎，你不是想说，啊，做这个小鸡炖蘑菇吗？是是是。我问问你啊，你知道怎么才能把这菜做得更好吗？啊，那很简单呀，就把那小鸡洗干净了，那毛都弄干净了，把那蘑菇洗干净了，然后别弄得有沙子，里边吃着牙碜，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能炖时间太长，炖老了不行，炖嫩了不行。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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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太基础了。啊，我这基础怎么做得更好？哦，您谈一谈呀。我跟你说啊，中华美食源远流长。你看我爷净这好词儿啊。哎，应该说在世界饮食文化中，嗯，都是这个份儿。哎呦，那绝对呀。技压群芳，那咱怎么做的好吃呢？你问的太对了。哎，咱们中国美食讲究哪几个字啊？哪几个字？色香味这三个字啊。那没错啊。咱先说这个色，嗯，就是看起来还没闻没吃呢，一看起来啊就垂涎三尺，啊，就欲望想品尝它。哎，说的还真对，对不对？那咱怎么做好吃呢？第二个字就是香，香就是嗅，闻着香气扑鼻。哎呀，你想闻的都这么香，吃着得多好吃啊！这个香很重要。是，问你就问的就是怎么做好吃味儿，这是核心的。哎，为什么说这是核心的？您说，您说。你想看着好，闻着香，嗯，如果吃着不好吃，这不前功尽弃了吗？啊，那是那是。哎，所以怎么做好吃呢？怎么做好吃啊？哎哎，这么说，哎，你只要端正了态度，嗯，精工细作，嗯，了解了这些步骤以后，嗯，还甭说小鸡炖蘑菇，嗯，川鲁淮扬粤等等等等吧，嗯，这几大菜系，哎，我相信你不仅相声说得好，嗯，掌握了这个要领，能做出满汉全席。我就问你怎么做小鸡炖蘑菇好吃，说出满汉全席来了。对呀，啊，啊，你说什么？啊，吃完小鸡炖蘑菇还要陪我下象棋？谁陪你下象棋呀？啊？哎呦，哎呦，我天！爷，您要是心里有想法，就别问我了。就象棋分两种啊，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啊，这倒对啊。知道区别在哪儿吗？啊，您给谈一谈。嗯，一个叫中国象棋，一个叫国际象棋。这不什么都没说吗？这不是啊？怎么什么都没说呀？啊啊！你知道怎么把象棋能下得更好吗？啊，这您得谈一谈呀。我跟你说啊，下棋，哎，开局很重要。哎，这是，哎，这说得很对。开局，这终于说到点上了啊。哎，不能举棋不定。嗯，开局啊，认真思考。那不还是举棋不定吗？到了中局，稳扎稳打。说得对。到了末局，怎么办？斩钉截铁。呵，您说得太好了，就得有这种步步为营的思想。各位，我跟您说，就我爷爷这三招啊，甭管下什么棋都步步为营，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这个是啊，这哪挨哪儿啊？所以说呀，下完棋我也想我别待着了，我赶紧走吧。啊，你爷爷还真是热情，是是是，一直送到楼下，给我送上车。好嘛，我刚要走啊，让我把窗户摇下来，还有话跟我说。啊！又跟你说什么？他说完这句话，啊，我给油就跑了。说什么了？你知道怎么才能把车开得更好吗？哎呦！其实刘钊这段作品啊，有点像这个废话文学啊，就是其实对对对，啊，但是他就更那什么一点，对，更那什么一点，因为包袱少一些啊。你刚刚听过这段相声了，要用一个什么歌来表达你的感受？又到考试环节了。啦啦啦，啦啦啦。我这歌跟放羊有什么关系？我这个是我这相声，给你一个长调，让你去体会。他这个相声是在草原写的，不是？为什么听完他这相声唱这么一个歌啊？
因为他刚才那说那种我没听懂啊，哦，我不知道说啥啊啊，所以我就我要唱一个这个，啊，他说的没听出是啥，然后唱一个让他也听不出，啊，我就说你早给人出主意吧，啊，那接下来梁元思雨，据说最近正研究这心灵感应，哎呦，我研究太透了，嘿，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梁元思雨，有请两位。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我相信呢，可能每个人呢都会有这样的幻想。有什么幻想？就是说，假如我要有一项超能力，该有多好哦！哎，你有过这种幻想吗？我没有。是吗？我都假设我要有十项超能力该多好。啊，你有这种想法，你这个人就不识相。嗯，这叫怎么说话？你废话，你一项不行，你还得十项。本来说的它就是幻想啊，我怎么想不行吗？啊，也是，啊，是是是是。那你想你都有什么超能力？哎呦，那我想的可太多了啊。首先说，我得会瞬间移动吧。啊，这干嘛用啊？这就外卖点完不用拿了，我嗖一下我就到家了。啊，还有吗？然后我得会点石成金。哦，这样你就是那个大富翁了。不是，吃多少钱的外卖？我都不心疼了，我都。然后呢，我还得有再生能力。哦，你们相声这么高危是吗？没有。你一个相声演员，你要再生能力干嘛呀？那外卖吃完不用点了呀。哦，外卖再生是吧？啊，对呀。哎，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嗯嗯嗯。最重要的能力，我得会隐身。哦，明白了。那这个你仔细说说。哎，这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不是，你说一说，你要隐身，你想干嘛呀？哎呦，我想隐身之后啊，我就能偷别人外卖了。您知道他这身肉怎么长的吗？您看了吗？你要这么多超能力没用啊？怎么没用呢？你有一项超能力就够用了。我要什么超能力？你能变外卖。那不行啊！啊，你说回来别人一问，哎，你有什么超能力？哎，我说我会变外卖，哎，传出去多不好听啊！你说说，是你偷人外卖传出去好听是吧？那不能这么。再者说了，您各位也都有过经验，嗯啊，就是看这个科幻电影的时候，啊，每拥有一项超能力，你得相对应损失一部分东西。这我都想好了。啊，是吗？每拥有一项超能力，哦，我都损失20斤肉。你看这个说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哎，对不对啊？每拥有一项超能力，哎，他都损失20斤头肉。嘿，他，我改腔子了是吗？啊，20斤头肉，就这个词用我身上，你觉得礼貌吗？你觉得啊？你废话，你想的太多了。给你超能力还能帮你减肥是吗？不都说了幻想，我不得往好处想吗？啊，也是，那这幻想，那怎么想也都正常。哎呀，啊，哎，聊了半天，您想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超能力啊？我没想过。哎，咱这还聊什么呀？咱这？对，我也纳闷呢，你输出半天了，在这儿。谁刚搁这叭叭叭叭还说呢？哎呀，每个人都想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没想过？我没想过，那不白聊了吗？不，但是我没想过这个事儿很正常。为什么呀？因为我有超能力。哼，不是，这个人家都不信了，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啊。其实啊，嗯，我是梅西。你快拉倒吧你！你还梅西？你是球王？嗯，你长那个腿了吗你？你还梅西？你这话都可信吗？嘿，我这话可不可信？比你那话可信吧？哦，我明白了，等于说我说我有超能力，你有一点不信。我是信不了你一点儿。不是，我真有超能力。我真是梅西，我真有超能力。我是范佩西，我真有超能力。我是伊布拉希诺维奇。你就这么想踢球是吗？你一会儿你换了仨人名了你。那对呀，那没你坚持啊那也。不是，我真没开玩笑，我确实有超能力。哎，行了，你也别卖关子，你说你有什么超能力？心灵感应。
读心术。哎，我能这个用心灵感应的方式来读取人们心里的想法。来吧，干嘛？读读我。什么？读一读我，猜一猜我心里想的什么？什么叫猜呀？怎么了？什么叫？你看人家都是你心里想的外卖。我也不能老吃外卖，我吃过了。不是你这样啊，你这样可以印证一下。怎么印证啊？你这样，你心里现在想一句话。哦，想一句。不行，换一句。为什么换一句？你这句电视上播不了。哦，换一句。不行，再换一句。哦，再换一句。再换一句。那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老换一句啊？干嘛？你不心灵感应吗？你不读心术吗？你心术不正。谁心术不正？不是你别胡想，你就是正二八经的，你想一句话，这样我就能听到啊。那行啊，别着急。嗯，好了，行，你说我想的什么？你骂我？哎呀，准不准？我有点意思呀。哎，听到了。哎，我猜到了。哎，你猜到了呀？因为他跟我基本上没好话。嗯，知道。哎，这叫什么话呀？你心灵感应，你不得听到吗？不是，我就真正展示这个心灵感应，我也不能找你展示。啊、那您想怎么展示？你的观众朋友咱都明白，啊、对不对？就是说咱们俩是搭档啊。对，我要跟你展示这个心灵感应呢，这个大伙儿肯定以为我找托了啊。是多少我有点嫌疑，对对对，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就不展示了。哎，啊、就是汇报一下这事儿。哎，不，那个什么呢？什么不展示了？怎么就不展示了？你怎么还跟我玩逃脱呢？你跟我这干什么？怎么了？这么好的机会啊！朋友们，心灵感应，哎，找这机会咱试一回，让他给咱来个心灵感应，大伙儿说好不好？好。哎，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你不行吗？都挺迫切哈、啊，对不对？那我展示一回，来一回。那咱们现场找一个人啊，好不好？咱们咱们往这边找吧。哎，好吧。这边因为我比较熟，你要脸吗？嗯、这个，那边哪个你不认识啊？你也找这边的啊？找这边的，找大伙儿，找这边的，咱就这位戴眼镜的这哥哥，嗯，好吧，找您啊，找您，找您，怎么印证呢？你想要什么方式？等会儿这个哥哥，想一种水果啊，水果，哎，想一种水果，然后呢，我在您想完之后呢，您别说出答案，我先写出来这个答案哟。然后等您说出来，我再给您看一下这答案，您就知道我这心灵感应准不准。哎，这办法没问题，好不好？你这样，你去拿一个题板，我给你拿一个，我这样我好写答案。好，好不好？好。那个，您别有心理负担啊，您等会儿随便说什么水果都可以。啊，您千万不用配合我啊，这咱提前说好。您等会儿呢，演完之后呢，您来找我一趟，我送您一箱苹果。哎，不是你刚才干嘛呢？啊，我是闲聊。闲聊？嗯。你点谁呢？什么呀？你是当我听不见吗？干嘛？嗨，一会儿我送你一箱苹果。我告诉你，弟弟。听我的，一会儿说什么，你也别提苹果这两个字儿。录完节目出去，我给你买两箱榴莲。改榴莲了啊！改什么榴莲了？改榴莲了啊！准备好了吗？行，我没问题。来，给板子。啊，行，那个您现在啊，您随便想一种水果，哎，好不好？来，弟弟，随便想。啊，想好了您告诉我啊，好了吗？好了啊，你帮我把笔帽弄开，你得借点男友力了。嗯，多没出息的。想好了啊。想好来。行。我还就不信了。行，想完他能猜出来。行，说行，您说您想的水果是？苹果。完了吗？不是说改榴莲了吗？不是说。就你这点水平，完了吧？打仿兜里了吧？怎么了？人就听你的了，没写对吧？写错了吧？谁说我写错了？啊，这么有自信吗？这位弟弟，您想的水果是？来，20块钱一斤。哎、谁把你价了呀？哎，怎么样？什么玩意儿？好苹果。要脸吗？咱玩的心灵感应。心灵感应怎么着？人心里想什么，你得写出什么，那才算对呀。哦，想什么就得写什么。啊，对呀。行，那这样，嗯，重新验证。还想验证一回？还是您？还是弟弟？100以内想一个数字。
想好了吗？别着急，来，我就不信这回还能呀，没戏，真的，弟弟放心，随便聊啊，想说什么说出来，没问题了。哎，没问题，我都不用让您说，我直接问您36对不对？不对。哎，您想没想36？嗯，往哪儿问呢？想哦，这会儿想问人姐姐，喊妹妹。天哪，都得叫姐姐。你别叫姐姐了，谁让你问人家了？问他，就是他。他怎么着？他说36不对。说什么？不对。我写的就是不对。哦，这俩字儿啊。哎。行吗，弟弟？嗯啊，管我叫弟弟了，准吗？您等会儿吧。哎，您这还心灵感应，还读星术？干嘛？瞎掰！你这就是，你非得哎，非得逼我出绝的是吧？你还出？你出什么？我不掏出你的手机。哎，我掏我就掏，来，我掏出来了，怎么了？掏出来了、哎？我能知道你手机密码，你信不信？哎呦，你快逗死我了！行，现在你的脑海里反复的想着你的手机密码。行，来看着我的眼睛、啊。12345678910。好，你等着。哎，整那招还挺高级，想给我催眠。我想了，我想完他也写不出来，还能想出我心里想。行了。哎，行了，你等会儿，干嘛呢？干嘛？心灵感应已经开始顺手机了，是吧？谁顺你手机了？我刚把我手机放你兜里了吗？谁顺你手机了？你这个人，你解锁了吗？我目前是没有。你解锁呀？现在不行。为什么呀？让15分钟后再试。嗯，那别来了。我觉得云飞这个心里啊，不用感应我就知道了，是不是挺忐忑的？啊，心里面有点慌。我觉得这个接下来这一项真的是值得期待啊！接下来舞台就交给云飞、孙超，有请两位。群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飞。还得是您，大家好，我是孙超啊。超弟，咱们也有长时间没见了啊。确实是，唱这么多年歌，真的，我一直没跟你说，我特别喜欢相声。哦，是啊，而且我觉得相声特别特别难。哦，怎么讲？您具体谈一谈。你看你们相声演员，就靠一张嘴就能把观众逗笑逗乐啊。对，确实真的很难的啊。那您唱歌也不简单呀。我们太麻烦唱歌，你比如说还得。头腔共鸣还是什么丹田，还得气息，还有你的表情，还有你的那个什么眼神，你一定要都跟上去，所以觉得特别麻烦。我们唱歌，真的就你说这些，我们说相声都没有，就是，就是平常我们就靠个嘴，靠个牙就给大伙逗乐了，就是。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相声，真的相声。我们也喜欢听您唱歌啊。啊，这么办，有机会我跟您学这唱歌怎么样啊？可以啊，这样吧，你教我学相声啊，然后我教你唱歌啊。可以，好好，没问题啊。啊，我们唱歌第一步，多听啊。对，我给你打个比方，我唱几句歌词，然后你从歌词里面能够听出来是什么歌啊。就考我听没听过。对，您唱两句，我猜这歌名。听是很重要啊。可以，没问题。来一回啊。来啊。哎，父亲的草原，哎，母亲的河。我要没猜错的话，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对吗？哎，不是，这歌挺偏的。这叫偏吗？啊，再来啊。偏我老听，我跟你说，我就爱听歌，平常。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一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对吗？怎么样？聪明啊！好，对不对？我从草原来。哎，行吧，我从草原来，再往下唱，我就答案不准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哦，怎么样？你这不是会唱歌？你什么都会啊？这不是？我是会唱歌吗？对呀、啊，你是拿我当傻子了，你知道吗？怎么说？你这明显哪句都这个呀？我哪句带的？那歌词里不都有遥远的地方，什么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什么草原你家，就是。
各位，你算唱四首歌没走出内蒙古去，我告诉你吧。是我傻了吗？那是你甭来那个，知道吗？您这都是流行歌曲，对对对，真正你得听点别的，别的你听吗？我这样，郭哥，我们唱歌的也会多听一下当地的一些地方的小调小曲。哦，小曲小调，必须要那学这个，是这话吗？啊，当然了。您从哪儿得到这消息的？你相声里面那老话说得好啊，哪句老话？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哦，啊，知道吗？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不是说相声的？啊，你现在看不出来吗？现在，南昆嘛，就是老人，就你们相声里面说啊，南方人、南方人爱听昆曲哦，啊，北方人喜欢听那个弋调高腔，弋调高腔，山东人喜欢听那个柳子腔，哎，那山西人就喜欢听梆子腔。哦，那我们家爱听什么腔啊？机关腔。对吗？哎，是是是，你们家爱听迫击炮，你们家机关枪像话吗？不是，他这废话啊，我哪知道你们家什么地方？哦，我忘了介绍了。对呀，我跟您说啊，岳云老师，我呀是东北人，东北民歌您怎么样啊？哎，打起鼓来，敲起锣来，推着小车来送货。还真好，是不是队长？还真好。是这个唱的真不错，是一个这个内蒙古啊到东北卖货的商人。这怎么变成内蒙古了？这不好来啊，这不好来。我的其实啊，我跟您说，我不光我是东北人啊，其实啊我是一个山西人。啊，你是山西人？哎，对，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哎，我妈是东北人，我爸是山西人。哦，混血。老师，您也没见过什么混血吧？您啊，这不是山西跟东北人混血？没有没有，山西能唱吗？山西啊，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无故乡。哥，还真行啊！你看了啊，真不错。我跟你说，你学吧，让他唱歌是有技巧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其实啊，我不光是山西人啊，当年我爷爷在这个河南呀，得，小妹妹，你们家有点乱，你们家太乱了，你们家有点乱，你不是那什么话，这是这唱歌演员就这样，你们家有点乱就啊，你不是你这，哎呀，你是真的有点乱，我这挺有乱。这不就让您唱两首歌，没必要人身攻击，知道吗？我刚才换一个，咱踏踏实实的。您教我唱歌，您就说我现在如果我要唱歌，我刚才我也展示了我这个长调怎么样啊？您也知道，我现在要唱歌，首先来讲我需要注意什么？你得注意方法，方法，方法，什么方法？我们唱歌里面好多种方法，首先教你一个，呼吸训练法。呼吸训练法。去训练我的呼吸啊！你会呼吸吗？怎么，大哥？我这27年，我憋气来着。这27年，不，你这是喘气啊！我说的是正规的呼吸训练法。我这呼吸不正规吗，老师？这个太严重了。正经的呼吸啊！对，你好像跟我逗乐了，你知道吗？就是呼吸训练法。哦，呼吸训练法啊！你得学会吸气、吸气、呼气啊！那咱来一回行吗？你这样，你跟我学啊！跟我来啊！我跟你怎么学啊？首先你就吸气。我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跟着节奏，吸，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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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吸，呼，吸，吸。不，干嘛？我是狗是怎么着啊？这怎么是狗呢？您这什么呀？这是啊？这是犬式呼吸法。那不还是狗吗？那个不是你这方法就没掌握。你这人怎么还攻击人呢？我还没掌握。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能接飞盘了。我现在，你这什么呀？这是？我们老师教我这样的。你甭来那，你找点正经老师。不是你爸爸教的你唱歌吗？你爸爸跟家你俩就玩这犬式呼吸法。这是啊。您快打住吧！您这么，您教我一简单点的怎么样？对对，咱别来这乱七八糟。其实刚才教你的就已经是最简单的啊！我不行，我接受不了。你这顶多100多块钱工资，我告诉你。来吧，您教我一简单点的怎么样？那这样吧，教你个最最简单的吧。啊，您说吧，来吧。最最简单的。哎哎哎，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玩了看到人和物了，你就张口就来唱，就我得用唱歌来，就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对对对，看见什么唱什么。就是看你的反应。哎，这不好来啊。就看你反应能力。我跟您学一学，来，咱怎么来啊？你们出门看到啊，咱先出门巍峨的高山，看高山啊，你什么反应？我呀，我，
我这山真带劲啊！不是，你得唱出来。我唱，我跟你学呀。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就是你唱，就咱俩上那个青藏高原是那个意思。你不管是唱，你这唱出来。哦，这个好啊。对啊，这我跟你学。那咱接着走啊。你比如说那啥，你看到那个碧波荡漾的大海，我看大海，大海，然后你什么反应？哈，看到大海，这海真带劲啊！你得唱出来。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风吹，海浪涌，你唱。唱，我要能唱成这样，我早唱了。我告诉你，那咱接着走，就是唱大海啊，唱大海。怎么这么难了啊？就这样吧。你比如说，你推开门看到我们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推开门看草原，这个你什么反应？这草原真带劲儿啊！哎，你学会了啊？你到底是不是说相声？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就会这句。不要老质疑我是不是说相声的啊？他就会就是真带劲儿。那怎么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就像我刚才说的，唱啊！我怎么唱？哎呀，累死我。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是东北人啊，好，不说这个。哦，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对，那这么办？我问问您啊，比如说咱出门旅游唱什么歌啊？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哦，这属于是八月十五那小长假，对，我们旅游去，中秋节，对啊，我们出去旅游唱这个歌。对，我来问你，我看见这个蔚蓝的天空，唱什么？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哦，天星是眼睛。对啊，比如说我在那儿啊，你说我要是遇上了一个我心仪的他。他妈的那个汉子威武雄壮，看我那个骑马。行了，你刚才不说你不爱跳舞吗？你啊，这怎么还拧上了？我遇着他汉子，怎么我上草原拜把兄弟去了？上哪去？你有一个花的名字，哎，美丽姑娘卓玛拉，这个汉子他妹妹，哎，这不错啊！你说那我那么喜欢人家，你说我怎么跟人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呢？表达一下心意，哎，亲爱的姑娘，我爱你，让我走进你的世界，听啊啦啦啦，一起来，亲爱的姑娘，就别一起，不会就一起来啊。不会就当了，要不就一起来。我是词儿记不住，但是唱这歌合适。那你这太突然了，咱不能上来跟人来这个，我得跟人做个自我介绍啊。好，你自我介绍。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你不那么唱不好吗？那温柔没用，知道吗？怎么还来我很丑啊？那不成，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这坏心没用。我们俩呀，我们俩好了，我们俩变成恋人了。二山的恋人如睡梦一样期盼，在二山搞的对象，我俩当时，我再跟你说啊，但是没好两天，我们俩呀吵架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你吵架没有？真不简单，我让那个套马的汉子给打了，打哭了都给我，这不成？我再跟你说啊，我们俩呀、又和好了。那简单啊，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涛声依旧，我们俩就是涛声依旧了。我们俩涛声依旧啊，这不错，也没少看小品去。涛声依旧啊，我们俩又吵架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哎呦呦，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行，稍等，别唱了，这回明显比上回打得惨，你知道吧？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啊，我们俩是吵架了又复合，复合了又吵架，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我们俩是一种那种藕断了丝还连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应该唱什么？唱什么歌都不管用了，那我怎么办呀？你要喊。我喊什么？这架吵的怎么样啊？
真带劲儿、啊！哦，带劲儿！好，谢谢，感谢云飞哥，谢谢孙涛，再次请上各位演员们。相声说的真带劲儿，啊，真好的。云飞哥，现在这个松弛多了吧？这种尝试真的挺好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说相声必须要您这真的下去多练、多学、多唱啊，说学逗唱那也太难。确实，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段相声非常的精彩。我们也是再次感谢云飞哥来做客我们的秦会，欢迎常来，谢谢。谢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下周二十三的晚上9:20，欢迎大家准时关注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